各位教课大家好啊，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这款荷塘居的炒虾标。现在啊，宜兰他们那边啊，基本上啊钓的都是炒虾比较多。然后呢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，它的目数啊会比较上面比较短，而符合钓炒虾的，本来就是钓炒虾的钓性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它下面呢标脚的话比较长，可以比较长。然后呢，它全长啊，全长大概差不多约30公分。然后它的标身呢、啊、是比较细长直杆型的，就是对应就是炒虾如果再咬的话，敏度会比较敏一点。OK， 然后呢，一只重点，一只卖多少？一只呢只要100块，我们店长下杀价。只要100块，然后呢，现场呢，我只剩下五只，然后呢，喜欢的话欢迎来竹南联合钓具选购，然后喜欢的话记得粉专或是我们的 YouTube 订阅加分享，谢谢。